这是全球独有的，全球独有的，独有的。那么这一次 N7 将实现什么呢？就是充电15分钟，续航350公里，低温脉冲自加热的技术，这是全球独有的，全球首发的技术。它可以实现低至20度以下，让我们跟常规的充电的方案提升时间25%以上，也就缩短了我们的充电的时间。那么我们跟我们的新一代的热泵技术的结合在一起，我们就能实现低温的充电效率更高、最快和低温的续航的保障。